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拥有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 go， 我们都充满活力，学习学习，我们都天天快乐 happy happy， 我们都爱悠悠上学去 ，happy， 嘿，找一找，仔细瞧，柳丁哥哥，你在找什么啊？我跟你说，月亮姐姐，这个神奇的放大镜啊，可以找到所有大自然界里面的昆虫哦。真的吗？那你找到什么了？让我看看。哦，这里有一群很可爱的小朋友，小蚂蚁。是我们耶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变成可爱的小蚂蚁。蚂蚁，好，那现在小蚂蚁跟好朋友传讯息。滴滴滴滴滴，换边。滴滴滴滴滴。小蚂蚁滴滴滴，好可爱哦！哇，那个放大镜感觉很厉害耶。柳丁哥哥，你可以借我一下，看我可以找到什么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喏。谢谢。找找找，找昆虫。哇，睡好饱哦。大家好。月亮姐姐，别怕别怕，它看起来好像就是一只比较大的小毛虫啦。哎，哇，这里啊就是悠悠学校哦，好多花花草草，我要吃很多很多很多，这样子才可以长大变成蝴蝶。对耶，毛毛虫长大以后都会变成美丽的蝴蝶，我喜欢。欢迎你来我们的学校。可是我在吃东西前最喜欢先做运动喽。那你们就跟我一起来跳毛毛虫的舞蹈吧。好耶，小朋友也一起来喽。我们是一群可爱小毛虫，快乐的生活在花草树丛间。体操正式开始喽！哇，毛毛虫的身体能 Q 能 Q 的跳起舞来，好可爱哦！那是因为啊，我们毛毛虫呢是没有骨头的。哎，如果你们喜欢，我可以教你们做哦。真的吗？小朋友，那我们也一起来学学毛毛虫这个能 Q 的动作哦。首先来做第一个，要一起做 U。游啊游游游游，换我们游游游游游游游。哦，大家都好可爱哦。毛毛虫呢很喜欢吃树叶，拿起树叶，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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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我们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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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很不错耶。毛毛虫，我平常看你们在树上都会荡来荡去的，像坐荡秋千一样，我们也可以玩吗？当然没问题喽。嘿，那我们可以找一只可爱的 baby 毛毛虫来试试看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现在呢已经有 baby 毛毛虫在这边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呢要在这个软垫上面打开我们的毛毛虫荡秋千，请你坐上来。哦，放心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一起荡秋千喽，预备开始。荡过来，荡过去，荡过来，荡过去，咻！哇，降落！好，慢慢降落。哇，哎 ，baby 毛毛虫，刚刚这样子会头晕吗？不会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太
太好了，所以我们都是可爱毛毛虫，一起扭一扭。今天的毛毛虫荡秋千真的是太有趣了，植物。我以前有一点点怕毛毛虫，没想到今天可以跟毛毛虫玩得这么开心。那下一次啊，我们就一起来玩旋转木乃伊的游戏，把你们通通包起来，这样子呢就可以破开那个蛹，变成漂亮的蝴蝶喽。好哎，我要变成漂亮的蝴蝶。那赶快来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熊比，熊比，你觉得小朋友跟毛毛虫今天表现得如何嘞？恭喜所有的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！哟，集合了，赶快来复习一下毛毛虫体操吧！一起来唱歌跳舞了。看前面笑嘻嘻哦。好，会做的要跟我们起来哦。十个大力，一二三，七个数字真好玩。还记得的话，准备要来复习一下喽！一起来，大家都要拍拍手。毛虫，游游游，游游游。二号楼互相点点头。吃树叶，吃吃吃吃吃吃。三前面后面玩接龙。毛毛虫火车，蝴蝶火车，集合了。四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樱桃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，这样子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之外，还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